大家好，我是林超英。在嚟紧嘅4月14日香港观鸟会嘅观鸟马拉松，我会担任领队，同支持保护濒危鸟类嘅朋友一起出战。观鸟对于我嚟讲，就是去观察啲鸟类嘅生活，然后咧就同佢哋交往，同佢哋做朋友，透过呢个关系咧去认识大自然。啱啱开始睇雀嘅朋友咧，我就第一件事要鼓励佢哋早啲起身，因为咧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早起的观鸟者有鸟睇。咁当然啦，就你初初见到啲雀咧就蒙查查嘅，咁啊最好谂办法就揾几个识得睇雀嘅老友咧跟佢哋师。其实呢个咧先至最快嘅学识睇雀嘅办法。请大家支持观鸟马拉松，同我哋一起保护濒危嘅鸟类。